等一下把这个改一下，这个名称它的 ID 叫做 TST， 那如果 TestBox 习惯上就是用缩写，开头是小写的 TST， 第一个呢大写 name， 啊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呢，尽量按这个规则会比较清楚一些些哈 ，OK， 那另外的话呢哈，请你把这个 button 点下去，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属性。 属性就是它的外观嘛，它外观。另外 ID 部分的话，请你把这个原来叫 button 1， 把它改成叫 btn 01 好了，比如说这个是 button 01， btn 缩写哈，小写的 btn 01。然后呢，上面的文字本来叫 button， 那请你把它改变名称叫这个地方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里面呢会有一个标签叫 test， 这个 test 就是它的外观里面的文字。 那文字呢？你上面把它改成叫确定就好了，哦，它显示出来就确定，所以这个属性基本上就外观哦。那再来的话呢，这个 label， 这个 label 的部分的话呢，请你把它改一下，名称的话呢也是 ID 部分，改成缩写叫 LBL 好了，也是小写，后面加一个 name 就是它的名称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哈，里面预设已经有 label 这几个字嘛，那如果说我今天不希望显示出来的话。 我可以把它怎么样的把它清除掉？那清除掉的方法很简单嘛，你就找到一样是外观里面的文字的话，那一定就是在属性里面的什么 test 里面。好，那请你怎么样呢？把它改成什么呢？没有，那没有就是怎么样，把它删除掉就好了。所以把 label 这几个字把它删除，按 Enter， 你会发现里面就没有。不过如果里面是空的，它会显示它的 ID。 那这个 ID 在设计的时候会出来，可是你在执行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是空的 ，OK， 好，我们已经设计完毕之后呢，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可以秀出来看看，哎，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我要的？那我要怎么执行？特别注意哦，各位可以看到哦，它这边往以前呢，你必须要架一个网站，架一个 server 了，一个伺服器才可以执行，可是。 ASP.NET 很贴心，他已经帮我建一个虚拟的伺服器给我们了，你不用去架 server， 以前要架什么 IIS 那些啊，其实不用，你就直接按下什么执行，执行之后呢，它就自动帮我们把它编译之后，放在那个内部的虚拟的伺服器，然后呢再叫出你的浏览器，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执行出来。所以你按下执，这开始侦错之后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叫出 IE 浏览器，并且把我们这个刚刚所修改的画面秀出来。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呢，我在里面呢打上一个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上一个什么呢？打上我的名字好了哈，或者是说打上这个英文名字好了哈 ，Terry OK， 按个确定之后，那如果今天按下确定，希望在这个地方显示的话，那该怎么做设计？其实非常简单，现在有没有？现在是有了。 因为我已经先写好了，理论上按下去是不会有反应的。那如何要可以？当我按输入之后，哎，底下能够秀出我要的在这个里面呢？那接下来把这个地方浏览器先关闭一下。关闭之后呢，其实哦，各位可以看看下方有没有？这边就是我的虚拟的伺服器就在这里，它自动帮我产生。那我要怎么样？当我点了它之后，要把上面的内容秀在哪里呢？ 秀在下面这个地方，我就必须在这个按钮上面做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当我点下去，对不对？那如果在别的语言呢，在 Java 里面要自己写啦，可是在 Visual Studio 不用，直接怎么样？点两下，自动呢，它就帮我写好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已经帮我跳到这个地方来。那这里面呢，预设是没有，我把它先清除掉。预设就会跳到这边，它会有一个叫 void 就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当我什么呢 ？button 01被 click 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所以呢，做什么事情呢？我就直接在里面写。做什么事情呢？把上面的那个 test 有没有里面的那个文字丢到下面给他？哎，那你想说，其实它的前后关系哈，这个有点像 Excel， 你要把资料带到前面，就是两边要传送资料。 那首先的话，我要怎么把后面的资料传送到前面呢？前面的部分，请你输入什么 LBL， 因为我要知道说什么，我前面是这个 label， 我要把资料呢哈，先这个是没有，这里面是没有，所以我就其实你会发现哦，
它这边有一个智慧的提示，就是说你只要打一个 LBL 嘛，它自动会，你画面上有的元件名称它就自动出来，你就按一个 Enter，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在因为我要希望在那个标签里面放一些文字，那文字的属性标签你要给它，文字的属性标签就 Text， 所以你就找到 Text， 就是说呢 Label Name 它的这个里面的文字呢要等于什么呢？来源在哪里？来源在我上面的东西，所以你就打一个 test name 有没有 ？T 其实打一个 TS 它就自动出来，因为它会自动帮你搜寻画面上面有的东西。然后呢，就等于什么呢？等于后这个 test， 也就是说呢，我前面的 label 它的文字来源是在后面这个地方，也就是我把这个资料哦，把它传送，把它里面的东西怎么样丢到前面来而已啦，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OK， 那。最后特别注意哦，因为它的写法哦，如果 VB 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在 C# 里面还没结束，为什么？因为它这边少一个什么东西呢？结束符号什么呢？分号，特别注意哦，这个以前写 VB 的人很容易忘记，都忘记打分号结束。结束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来试试看哈、哦，把这个丢给他，那么把这个丢给他，记忆就是这样子哈、哦，我可以把它做一个全部储存。然后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执行之后的话呢，它自动会叫出什么？叫出这个，然后把这个名称打上去 ，Terry 好吗 ？OK， 按确定，底下就出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把这颜色改变怎么办呢？上个颜色就好了。那上个颜色要怎么上一个颜色？其实啊、哦，如果说我要更改颜色，原来在 Label 里面非常简单，点它之后有没有？各位可以看到呢，在哪一个属性标签呢？这边应该是前景颜色哈，前景颜色应该是这一个 ，for color， 有没有 ？for color 颜色，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改成什么蓝色的，按确定，它就变蓝色的，哈，不信的话我们执行起来，按一个确定，这就变蓝色的 ，OK。好，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好了，先把这个地方先完成，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哈，操作环境可能大家也还不算不是那么的熟悉哈，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地方再完成。那我把那个重点再跟各位提示一下，这个地方啊点两下就会进到游标放在这里，就是我们程式嘛。好，那我等一下也会把画面拍照哈放在我云端上面给各位哈。OK， 那画面再先还给各位，先试试看好了。其实。